好的，欢迎回来。我们这一趴呢，那个两位来宾都还留着。真的是太感动了，太感动了，你还可以先走，痛哭流涕，怎么没讲？通常大家这一趴都走了，对，哦，都不是因为我们节目没有安排，是因为大家受不了了，啊，还是他们太大咖了，要赶场。也我们等下闲闲没事，等下要不要去喝一杯？也太闲了吧，太闲，这么闲，超闲。好，前面这个先讲一下，那个娘子最近在搬家了，加班跑了，搬好了，你也测试那个什么唱歌了吗？对，我开了一个压力测试台，然后应该不知道，还不知道，因为要等它发酵一下。对对对，搞不好开个三次，对对对，报警，日子也还不够久，这样，还报警直接来测这样子。那你的店面怎么样？还要很久，是不是？对啊，啊，我们你的店面还要很久。我们要嘛就是下个礼拜，这样可以成功的开始试营运，然后我们就会开始挂一些腊肉啊、香肠，要么就是下礼拜我挂在家里，不用吧，没那么极端吧，差一个礼拜差那么多啊。哎，不是他不是已经那个吗？我印象中租不是已经好久以前了？你说租租那个？对啊，一月就租了啊，对，一月就租了。现在就是，但现在就是最后的阶段了啦。现在就是最后的阶段，然后如果顺利的话，下个礼拜开什么店？餐厅。哦，什么餐厅？米干店，米干店，米干，是什么？没关系，米干就是一个，你不用知道，没关系，就是个类似板条的东西。开玩笑，已经懒得解释，已经懒得解释了。一种食物，家乡小食，家乡小食，一种食物，这样子。米干不重要，不重要啊。好，最近那个 Meta 它上架那个 Threads。哎，有开账号吗？我都念串串。好好，串串，你有开吗？有开。Tommy 有开，有。你有开吗？没有。哦，你没开。那蛮多的，他现在上架5天，已经突破1亿注册用户了。不过他原本 Instagram 就他也不用特别注册啊。对啊，连结啦，对，蛮方便的。我真的过去本来想说，哦，我先把我自己的那个 ID 站着，我本来就这样想而已，是有怕人家申请走啊，把你的对啊，就一过去哇，头图什么简介干嘛都一起搬过去，然后好像什么勾勾什么的也会直接搬过去啊，对，都直接搬过去，就是很方便。对，那他目前就是跟那个 Instagram 绑起来的，所以你如果删掉 Threads 的话，他就会连你的 Instagram 一起删掉。我不知道这个会，我觉得这个其实蛮故意的吗？我觉得他可能他们原本这个东西可能只是想要是一个 Instagram 附属的，就像是 Messenger 跟 Facebook 吧，你不能把自己的 Messenger 删掉，但是你要删，你就是要把你的 Facebook 账号整个删掉，对，就这样子。那目前我觉得它还是在台湾那个热度比那个 Twitter 高很多啦，因为我自己用 Twitter 用蛮久了，然后。台湾的推特真的不是很难推啦，唯一起来的也是跟黄色有关，跟色的关系有关系。对，黄色也算是拯救了台湾推特的风气。对，还有 VTuber， 还有每日大赛，还有 VTuber， 哎，每日大赛。对啊，那这个 Threads 上面好像还。我不知道，好像不能色的东西，好像不行。我要先试试看，说我好想把路上什么人掐死，看他会不会把我关进蓝色监狱。因为它是连结的，所以他们的审核应该是用一样。我原本以为是一样，可是我这样看，我觉得又好像还好。不然就是还没开始，还没开始抓。你看他连一键确认都隔了好几天才。不是 Facebook 那真的很夸张，有些谐音什么干嘛，他也是直接把你啊，对啊，对对对对，你是说，我前阵子还有一个朋友，他说什么看到很可爱的小狗狗，好像把它捏爆，就被煮了，对啊，就真的是蓝色监狱做起来，真的蛮危险。就这样子。那我自己觉得 Threads 呢，应该也是蛮快，大家就腻了吗？就是不会这么的流量这么高了。我觉得大家到最后就是可能会好几天才发一次文，就像某些人的 Instagram， 或是就是根本不会发文。拿来滑，然后滑一滑之后也不滑了。对，像我铺浪到现在就剩拿来滑了。对啊，因为我觉得社群实在太多了，我根本就没有这么多不同的内容可以提供。对啊，对，但我今天已经决定我要在 Threads 当一个图文部落客了。啊，你已经决定了，只发图还是图跟文都要？图跟文都要，但是是要画东西这样子。哎呦，对不对？你要变成你自己的一个小天地。对。我就每天画一坨屎这样送给大家。哎呦，那我好像也可以哦。对，我好像也办得到。不然我已经想不到到底要干嘛了。我知道了，你可以记录，因为你常常忘记，把当 Google 用。那我不是把我行程全部报了？对啊，那我行程不全部报了？那我把它想到了。嘿，每天记录那个体重机拍一张，
发那个税、哦。可以哦。哎呦，看什么时候到65、哦，然后65那天把账号删了。哎呦，哎呦，然后每天照镜子自拍一张，然后一年之后就可以发那个影片。哎还是我最后就还是我最后就是发一篇 thread， 然后就说耶，欢庆 thread 现在65周年啦，体重还是没变啊，好久好久，就这样子。然后 thread 的用户成长速度超越 ChatGPT 啊，然后那个，然后 Twitter 就有开告了。然后呢，他们就说，他们律师认为 Meta 雇用了 Twitter 前员工啦，然后使用了 Twitter 的商业机密还有知识产权，才开发出 Threads。不过 Meta 很快就否认这项指控。老实说，我觉得应该不。老实说，这技术应该已经应该大学生可能就有对对对，我觉得都有了。技术不是太大的问题啊，我觉得。我觉得重点是它整个界面也不像、啊，也不演了，应该说也不演了啦，就是有什么功能我就拿什么功能， oh. 对啊。他还有那个、啊 oh. 把 Threads 直接分享到 Twitter， 对啊。不过就这样啦，我觉得大家用习惯什么就怎么样，只是对在经营社群的人来讲，那个真的就是又多了一个东西，对啊，蛮难过的。因为废文呢，我平常 Facebook 就在发了。对，我也废文也是蛮短缺的，所以没废话了。对，我要在那边好好当个认真的图文布洛克，这样可以了吗？图文化石的布洛克，化石不错，化大便不错不错。另外一个那个巨头大战是微软的收购案，终于不知道 BB 有没有跟到这件事情？没有，没跟到。总之就是微软就放话说要收购动视暴雪，这件事情已经好几年了，但是讲很久，这件事情一直都过不了，因为它。有一个反垄断法，对，反垄断法。然后呢 ，Sony 是最想阻挡这件事情的人，因为他们就是这个主机大战嘛。那我那天其实看了资料哦，我觉得现在虽然媒体大家都觉得说哦，好像是 Sony 在闹事啊，小朋友闹脾气啊，不给人家收购啊 ，Xbox 很棒啊，Game Pass 超好超强。不过我看了那个营收之后啊，我就是比如说 Call of Duty 的营收，在美国来讲这样子，我看那个营收。他真的买，他虽然说啊，接下来什么10年都给你们可以上什么之类的，虽然是这样子，但是那个营收真的被低到吓死人。没有那个 Call of Duty 的那个营收高到吓死人哦，在国外全想不到有一个游戏可以比他赚更多、真的，我以为他已经不行了、没有他在国外超强，就是强到你不要这样想好了，他是美国的传说对决啊、他叫氪金是不是？他现在也有要氪金的地方，有一些氪金元素，反正他就是让，就是因为我曾经也非常热爱那家公司的游戏，曾经，反正就是让他的那个预算，对，哎，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卫生纸拿出来，不是你跟我，是我跟卢石，哎呀，京剧啊，京剧京剧，哎呀，反正就是他已经变成就是预算都已经从卢石那边转到《暗黑破坏神》跟。今年對就让那个可以办比赛他都不办 Call of Duty 非常的赚钱、其实 OW 应该也算牺牲品、我记得没错的献祭用的 Call of Duty 可能动视的可能33%之类的或者是甚至是好像是还有我还看到什么比如说 PlayStation 的用户比如说有我随便讲数字好了、比如说有1000万的应该一定更高嘛比如说有1000万的用户里面可能有800万个人有玩 Call of Duty， 哇塞！所以就是说 ，Sony 的那个他们的会员里面，可能真的就是有这么大量的人都是为了 Call of Duty， 可能80%的人就是为了玩 Call of Duty， 所以真的太多了。所以我觉得 PlayStation 已经变成就是，其实这种的也很可怕。就是如果微软真的变成一个大头了之后，然后呢 ，Sony 也不做这种高性能主机的时候，那。真的也不太好，真的也有、有可能会有真的有这种状况，对啊，垄断感觉好像也真的不太好，真的是有可能垄断，因为 Call of Duty 那个经济的那个真的太大了，这样子真的太多了，我都不知道这么多人，真的很多，真的没想到。那但是现在就是美国过了，因为他们这个贸易委员会就一直在挡嘛，英国在挡，美国也在挡，就觉得说这个是一个会垄断，结果美国现在过了，然后那个 Activision 昨天就涨了10%。我记得他们股票是涨了10%，哎，好像有对之类，反正暴涨。那现在英国是唯一反对这件事情，但基本上基本上已成大局，对啊，基本上已经打不赢了。对，
好，再来是这个 Steam 下特，在一天就结束了。什么？好，大家可以赶快去，赶快去，没关系嘛，反正下一个又会快来了。反正他一直在特，下次小特啦，而且要求小特。而且我觉得我们实况组如果真的有什么最新游戏，其实都已经买过了，要玩的真的都买过了。对，我每次看一下，下特来看一下买什么 In your library， 全都在我的。哎，我发现其实特价的时候，我都会买一些就是自己很想玩的。很想玩，但是根本不会玩。你也没讲错，对，没错，很想玩但不会玩。就是机器人大战，我买了好几款，那个特价有什么三弹出来999，哇，买了。对啊，到现在一画。下特就是骗你这种东西，真的。下特就是大创，就跟你说我们全部变成29元，怎么样？我就哇谢，这个盒子哇可以装什么？我要买回家。对啊，买走路哇靠，这是什么？39没有。我们实力下特的优势就只没有占现实空间而已。没错，对，没错，下特就是这种状况，帮大家整理一下啦，第一个霍格华兹的传承前一阵子也很红的，现在打8折。什么就读永和霍格华兹只要1192，什么永和霍格华兹？不是千叶霍格华兹吗？你说那个不像，不像。然后我们的 Elden Ring 啊，艾尔登法环的7折1253就可以这个哦，便宜。便宜。然后这个瓦尔海姆，190，那个开放世界。什么？音速小子支付确定入狱？你们很过分、欸，根本跟游戏大家没有关系，好不好？好，他入狱是因为之前那个啦，那个内线交易啦，股票啊，然后入狱了，对对。好了，他的那索尼克未知边境的价格对半645这样。然后魔物猎人崛起，打4折，打到骨折，打到骨折，只要448，450而已。僵尸系列啊 ，Back for Blood、Days Gone 啊、DayZ 啊，通通都打爆，打爆，2折。然后那个 Halo 也25折。我看到一个最棒的是那个 GBVS， 就是那个格斗的，他出一个未来的格斗，未来的格斗，好像49元。啊一折好像是一折，我看到好像是这样，你可以检查一下。他也是买人，他好像已经降成490的，然后还一折。那个游戏我不知道有没有看错，大家可以去确认一下。怎么那么便宜啊？对啊，就算是原价，我觉得也比我想象中便宜。对，490已经。他是要买 DLC 的，是不是？不知道，我觉得可能要，就是 Battle Pass 之类的。怎么赚啊？那个蛮，如果本身是喜欢那个 GBF， 应该早就也买了。对，因为当初买的时候会送一，因为当初买的时候会送一单。哦，对对对，49对不对？现在是49。49。哎，如果49块还送一单，应该没有。没有啊，49块还送一单？没有，我就问49块还送一单，你这个敢玩吗？对吧？他一单应该抽不到一个毛吧？又或者是说他可能快松了吧？不会 ，GPF 不会倒。对啦，对啦，对啦。就这样，很多啦，这个很多游戏都我自己有买吗？我自己其实好像也没，我有加购物清单啦，但我没有买，因为我等的游戏都还没出这样子。我加愿望清单的也没打折，所以就没买了。好，再来是这个 D4 啊，开服一个多月了，然后蛮多人都可能真的认真刷的话，大概真的100等了吧。你有玩对不对？我有玩。你等级？我大概70吧。哦，70也蛮高了，高了高了。因为我60多就退坑了。我是80多就不玩了。我50，我也退了。58。哎，我们大家讲一下退坑的原因好了。就你是就没什么时间？我没有什么时间，然后也不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哦，然后就是大实话，因为工作结束了啊，不是？你工作之前还可以聊80哦，你本身应该有兴趣吧？就是。对，有朋友一起刷啦，就蛮好玩的啊。工作结束刚好那个下一个工作来了，所以就忙别的，也就是没时间了。但其实还是可以回去玩啦，对啊对啊对啊，还是没有到完全的退坑，对，没有到完全退坑，对，那也是我辛苦的。我是因为我控制能力非常差，所以这样，所以我会玩了掉 day 之后，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哦，我就是这样，因此沉迷啦，沉迷，因此才气死。因此失约了熊姐的。怎样？你是因为原来你是因为这样那天才没来啊？你是因为我刷 D4 刷到忘记去看表演啊？不是，我刷到我睡了一整天，所以我忘记那天要看表演。我那天还在前台看，然后就看今天贵宾名单，然后就有 Vivi， 然后就哦，好，帮他安排一下位置，就到后面就Vivi 没来啊。然后你有说你是刷？我没讲。哇，他现在知道了。没关系，我等下讲的，用两个程序跟他讲。讲的话更火吧？他说：“你这样子怎么没来啊？没有，就昨天就
那个带我刷很快嘛，就觉得那个骨毛很痛的。吸奶很爽，吸奶很爽，他妈四层刷超快哎、欸！哇，白痴，真的浪潮打满呢、欸，对，浪潮一小打满，我浪潮还一箱一箱的，一七五哎，好爽，不知道要去哪里找，还有人跟我讲哎、欸，哇塞，啊，刷完一个浪潮之后呢，下一个浪潮又来了、啊。怎么办呢？熊姐，哎、熊姐的浪潮我就顾不了了。哎呦！但是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开过这个游戏。哦，所以你是反而觉得说，痛定思痛，误事了，对，误事了，误事了，误事了。OK。好了，他们有宣布说7月20日第一个赛季，它叫恶意魔赛季就上市了。它会有新的 NPC、新的敌人，然后新的能力啊、新任务啊。那赛季是这样，就是你如果之前他们你这段期间呢、啊，主线都做了，然后点都踩了什么的话，那赛季就都会继承，不会再走一次，再走一次太累了。莉莉丝祭坛走了那个，我根本就不想把它弄完，太麻烦、欸。那个我真的发现你去数字网比较划算，对不对？对不对？那个专业带走啊，专业带走。对啊，我是都没有管那个了，我就是玩到一个差不多的舒服了，不玩了。我那时候把那个地图开出来，我说嗯，我今天来努力的来走几区莉莉丝好了，找到卢哥的。还找了五个好像有170个好慢对啊我疯了我那这次这个他的赛季呢会你必须要过完那个主线啦就你自己本传的主线要过完然后呢赛季故事主轴会跟这个新 NPC 这个叫牧师科蒙前牧师科蒙合作去调查恶意魔那敌人会掉落恶意魔心脏那大家可以玩家可以利用心脏来创造全新的装备或技能组合对，然后赛季也会有赛季的地层啊，有新的会遇到新的首领，他叫 Vashen。Vashen，哎，这个 Vashen 看起来他是内脏外露吗？怎么有点咒术啊？真的有棵树，有点像魔物，有点咒术啊。然后他还有通行证啦，会有27个免费跟63个付费，一共90个阶级。那付费部分就只有外观，也不会有什么能力上的问题啦，所以大家可以斟酌一下，看要不要购买。就是这样，那7月20日就会上。其实赛季一直都就，我觉得 Diablo 就是要玩赛季。就如果很多人第一次才开始接触暗黑，就觉得说哇，我好耍，我好臭装备。但其实呢，比如说玩以前的 Diablo， 比如说玩二代哈，就是都不 care， 就是轻松玩就好。赛季来了就都要重新开始。重新开始再来，再看一下，就大家都重新开始嘛。比如今天赛季第一天，那大家都很菜，那大家又会开始要一些低等的装备啊，又干嘛？就等于说又重新拓荒一次，主要都是在玩这个东西。所以你的那个永恒的那个版本，你100等装备多顶，其实大家都不 care， 大家都只会 care。真的有在追的，就是你这季就是等赛季，这季的对，大概就是这样子。下一个是这个热血移植啊。就是这个热血系列，国服热血系列，它又有一个这个热血物语 SP， 10月12日要上市。那这个最初在这个2016年23DS 登场的热血物语 SP， 它要移植到 PS4、Steam 跟 Switch 平台。那就是这样，那也是在这个梦见丁啊，国服要查明的热血高校的阴谋，然后就与邪恶展开斗争的二 D 动作游戏。二 D 哦，很帅、啊，要打就打。热血系列就是热血高校，就我的印象中的系列，就是那个就是那个热血。OK， 玉玉小时候碰过吗？没有哎、欸。你是不是想聊一下你什么时候接触电玩游戏的？接触吗？其实蛮小就接触，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玩。就是我其实蛮小就接触格斗游戏，以前会去那个打保龄球。的地方玩，哇哦，哇哦！你说打台啊，跟我一样，跟我一样哎！你说还会有那个海盗船造型的球池，哇哦！然后就会在那边玩，那我就一直不懂怎么玩，但是都还是会去摸。跟我一样，以前乱敲一通。以前台湾保龄球馆真的是跟电动一起的，因为保龄球馆真的很多。现在还有的 EC Play 吧，嗯。就里面也有仅存的一期就是复合式，对对，就是你可以看到以前的影子，就剩一期 Play 了，很赞很赞。好吧，那这个热血物语就是比较早一点的这个游戏。那以前任天堂的时期有出过很多啦，有那种动作游戏啊、运动会啦、躲避球啊、足球，大概就是这样。那现在它就是重置一个。哦。那它还重置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是这个2D 对战格斗风的迷你游戏《Fighting of Double Dragon 2023》。嚯，这个是哇哦，好赞 ！Gordon，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热血物语的。
8bit 格斗，它是国蛋是吧？国蛋跟 Elon Musk，他不是 mask， 他是 mask。对啊，那热血近几年其实有蛮多这种移植作品、啊、希望他们都可以再把它就是弄好一点，因为我觉得这个 IP 真的有点中二，有点帅，也蛮经典的。好，下一个是这个在现实世界开设，就是这个 Space Invader， 45周年啦。那下宣布呢，他们就 title 宣布下周会上架《太空侵略者保卫世界》，是使用 Google 最新 AR 的手机游戏，以真实城市为背景。那玩家根据玩家游玩的地点、时间与天气变化，展开沉浸式 AR 设计哦。哇，好可爱哦！真的很可爱。哇哦！哦，所以就是用手机就可以。这个射一射，我已经被车撞死。真的，外星人还没死，这个感觉很容易出意外。老外住的地方车子太少了，我们这边这就是老外比较适合。对啊，你在民权西路那边遇到的话，还得了？对啊，我哇，一个 Invader Taxi Invader 撞死你，我天！对啊，我已经死了。对啊，不过也是蛮趣味的，而且很可爱，也是很经典的、嗯、而且他们国外那个媒体其实有评说，就是说讲到游戏这件事情，嗯哼，就游戏啊很广这个概念，想到的图像会是什么？嗯，有很高人的比例是那个，就是那个外星人的样子。哦，对，那个算是真的很多人很经典的造型。再来是个2023东京电玩展上架官网了，那摊位数量创新高，啊，现在这个都在。疫情后的复苏了嘛？没错。那预定在这个9月21号呢，日本千叶木章展览馆，然后还有释出摊位资讯呢。目前日本国内与海外有646家厂商，共2629个摊位。那如果还后续还有继续有这个申请，然后他们也有接受的话，这可能就是历史上最大的一届，嗯，然后他们还有这个独立游戏选拔展出的投稿件数也创下新高，有793款，超多，然后最终挑选出81款展出，哇，光独立游戏就81款，没错，还是略逊我的展览一点，略逊我们，毕竟是都是独立游戏，对，而且我们有89摊，好，然后呢，巴哈姆特也有这个东京电玩展旅团，时隔3年再度开团了，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跟巴哈就是专业的团队们一起去、嗯。一起逛的话，然后结伴这样子，这个旅行团我觉得也是蛮趣味的。嗯，好，下一个是不务正业啊 ，TBS Games 正式成立。TBS 是这个日本的电视台，嗯，然后他们在这个愿景2030的公司发展策略中宣布成立 TBS Games 进军游戏界，然后希望未来可以透过家用主机、手机、PC 等等，或是卡牌以及桌游的形式扩展旗下的 IP。像我们这些 IP 也是蛮。哦也是蛮有名的，也是蛮多的、哦啊，比如说 Kimba 先生、Kimba 先生啊，半泽直树、月星娇妻、极限体能王，对不对？哦，有就做极限体能王是卡牌游戏，太厉害了！我打出一张 Cliffhanger， 再打出一张那个石灰粉，对啊，再打出一张乳酸堆积让你爸爬。对啊，我觉得有机会，有机会。好，再来这个。亚运呢，最近在准备要打这个亚运嘛，它不是噱头，因为2026亚运会电竞还是正式项目。嗯，太好了，太好了。它并不是说什么哦，噱头一下来参加个一年，感受一下这样子，没有，2026年还是会有。那9月底亚运会就要开打了嘛，那他们理事会在上周在泰国展开这个全体大会，那会中同时也确认2026年电子竞技项目仍然是正式项目。那除此之外呢？棒垒球、武术、藤球、卡巴迪等等，也批准加入正式项目。其实这些都是怎么讲？这亚洲蛮热门的一些运动、嗯，都算是在亚洲蛮主流的运动。什么是卡巴迪呀、啊？卡巴迪我也不知道、欸、但我想说藤球可能都是东南亚。卡巴迪我怎么有点像？藤球是同一种球类运动。卡巴迪又不知道是什么。Spike ball， 对不对？那不是手球吗？像排球，巧克球哦，像排球一样，但是是打弹簧床的嘛。对 ，spike ball， 对对那叫卡巴迪，那叫卡巴迪。卡巴迪，我们都叫 spike ball。藤球就是那个啊，藤球其实就是用脚打的排球。哦，对，然后但是好像是二打二，就他们会用倒挂金钩杀球那个。嗯，那跟足球？
足球不用过网。你说那跟足球有什么不一样吗？它、是足球，然后网子那么高，它球比较小，对，然后但是有一个网子，然后但是它用脚这样这样踢，用脚都是我的脚打排球，这样子扎球，哇，好酷哦，很酷哦，那听起来。超帅的，每个人都每个人那边，每个人眼睛一蒙，每个都李星，我感觉超容易扭到脖子。他们真的很帅，藤球很帅。我记得藤球是这样子，卡巴迪台湾世界第一耶，真的假的？真的啊。所以是巧克球吗？不知道，好好奇。我记得台湾的巧克是巧克吧？巧克，不知道，是很强的这样子。哦，巧固球啦，不是巧克球，巧固球，小时候打过的。你没听过？哎，巧固球好像有听过。巧固球听过啊，我小时候也有打过啊。那台湾好像很强。现在心里想到的已经越来越接近那个麦提斯的巧克力球了。待会要再去试两颗。好，再来这个，好，反正亚运就这样了。那先讲一下这次杭州亚运，台湾有很多选手去参赛。英雄联盟呢，选手。是战马教练，然后选手呢有 Rest、Hanabi、Karsa、Fofo、Dogo， 还有 Sola， 其实还蛮明星阵容的。对，对，蛮明星阵容的，有种野青回，对，野青回，但是野青回的感觉，但是还有更野青回的，快打旋风武士 Gamer B 石油王，教练是淡水这样子。这三个人加起来120岁，快对啊，要100多岁了。哦，厉害吧？其实我们四个加起来是100多岁，我们他们是三个人就那个了，怎么讲？而且他是比武代啊，而且对，他是比武代。OK， 而且那个 Gamer B 拍那张选手照片超过分，下面还有下标题说最年长的电竞选手，超屌，超屌，厉害。对，就是这样。好，再来又有这个很油的卡牌啊，这个就是塔卡拉要出这个碧蓝航线的。哦，它是手游是不是？没有，它是 TCG 集幻，它是 TCG， 对，碧蓝 TCG。哇塞，哎，碧蓝 TCG， 我觉得还是可以耶。我反而碧蓝还蛮熟的。对，可是。但你想到又想不到可以出什么那么多张卡片，对不对？对对对对，就会变成它只有这个 IP 嘛，对不对？对，一定是的。那就是会很容易走向收藏卡的环节。我知道，就会从 TCG 变成纯收藏。对，它应该纯收藏的意图也很明显啦，其实。对啊，不然就是它可能一个，比如说一个过场，没有，我觉得它会像的马娘差不多，就一个可能一个过场的一个例会也变成它就会变一张卡，因为我觉得他们都只是不想要只出成收藏卡，所以他就希望多一个 TCG 的功能。但是 TCG 其实在我的定义还是比较竞技的。对对对。对，但他应该就是偏向收藏。你这个顶多是苍蓝桌游。对对对对，差不多。还没有到卡牌游戏，还没到 TCG， 还没有到 TCG。因为 TCG 还是会有这个环境啊、环境对战、机灵啊、那种 meta 的部分这样。不过还是一定是很值得收藏，一定值得收藏，一定是香的。对，我本身也是有这个蛮喜欢的角色在里面，一定也是。你喜欢哪一只？我忘记他的名字了。但我看到他，但我看到他我就知道是他。对，没错。OK， 什么死兽在发电？哪会啊？死兽在游，死兽在才会忘记名字，死兽在才不会忘记名字。学妹，你也是二次元的吗？骂就被讨厌了。好，再来下一个这个 Hololive， 对，烧死了，怎样下班人？哎，真的，对啊，下班人，很快，Hololive 这个好，最近有歌了，然后那个鹦鹉女啊来快闪，哎，有看到西门的那个现场，有看到那梗图，7月2号35B 很开心，怎么坐上来这样子，然后上来看60秒广告，看60秒就结束了，没错，超多人的，太扯了啦，哇，这好想知道这个画面里面到底有多少人已经超过5年没来西门町。哎呦，我可能超过哦，我有去，可是我真的不是去逛的，真的就是最多看电影，经过什么的，没有，真的没有。好，再来，有东西要开箱，这个要开一下了，因为这个本身也是我的，你推，对，你推，我推的，你推的公仔，这是这个他来自繁星呐，福星小子拉姆的 Figure Arts Zero 版，这个很好看，他这个女主角拉姆、推出这个 Figure Arts 的模型，然后头发以这个渐变色来呈现，来转给大家看一下。有，这是有按照重制版的吗？你说重制版的配色，就是啊，渐变色是重制版才比较有，好像是这个它的弧度什么那些的，应该也是重制版的，应该是对、就这样，彩度也是，没错。然后它这个
搭配的这个配件就是有透明件，里面有这个什么星星、月亮啊这些东西，蛮可爱的。有个底座，然后底座是一个爱心的形状。其实这种我真的觉得还挺不错的，因为它也不会到很大尊，嗯，会把人家柜子压烂。好收，好收。对啊，唯一的就是要常清理。哦，唯一的是要害怕那个宠物会去弄它。哦，宠物那个是没办法，就变成要那种有盖子。有盖子。对啊，像我现在没办法买，就是你家宠物会弄这样子。哦。我以前有乐高一整烂这样子，他们不知道去哪了，真的假的？四散不见了哦，我要吃掉了，没有吃掉了，哦，这一块可爱哦，对，打进床底，他真的是打进床底，就我原本有那个24只那个迪士尼的每一个明星，什么虎克船长，然后那个彼得潘啊。不见了，虎克的那个手真的不见了。史迪奇没有耳朵了，你知道史迪奇耳朵可能已经在大便里面了。小道具什么那个拿那个彼得潘那个小刀有没有？小刀不知道去哪了，那个一定是会不见的，一定会不见，就没办法。我之前也是觉得有养宠物就不要算了，我就放弃，因为我觉得宠物我也怕它们吃掉还是干嘛。你可能要特别弄一个柜子。对，后来发现我家猫完全不碰任何的玩具。哦，太好了吧，天使哎！直接改玩微缩怎么样？玩最小，它都没碰。哎，真的，如果它会动，那微缩不见会很燥。对啊，但就完全不碰。就发现你家猫跟习性跟松鼠一样，然后微缩模型到一个量之后全部把它吃，当饭吃。没有跟松鼠一样，我每次在我家做微缩全部。不藏在里面，然后这黄池跟那个迷你猫一样，超大口猫饭的那个猫。好，然后再来是这个有提过的，之前有提过，Tamashii Pop Up Spot in 高雄要开始了，开始了，来看一下，嘿，哎，现场可以买到限定的商品，就是我们的萝卜魂透明的下雅用萨克，还有 MB 攻击钢弹 Heliopolis Rollout Version 等等，好不好？然后玩家到现场按赞，消费满额就有机会获得 Tamashii Nations 的亚克力架、磁吸卡套，还有限定的悠游卡。OK， 这个高雄的伙伴们，没错，就那个啦，博二 B 六仓库。好，那接下来就是这个，就是一些小东西啦。那我们就直接看中奖名单吧。可以吧？感谢超时了，超时了，超时了，超时，超时，超时了。来，我们看一下这周的这个超级感谢跟中奖名单。张狸猫，恭喜你！恭喜！再来是个泳装台，这个150元，我是大可大可的旗，50块是给小比目鱼的，好，谢谢。汽水受难的灵魂门 ，Avion Livion，OK，谢谢。哦，这个标语到底是你发明的还是他们真的 ？Avion Livion， 他们真的写吗 ？Avion Livion 吗？真的假的啦？现在没写了，但是他们以前的广告是这样。OK。Avion Livion， 30元，以后阿北改叫索北 Rush。为什么？什么意思啊 ？Sobey Rush，Sobey Rush， 啊，技术员白红秋寒再次复仇的基金，谢谢，感谢。秋寒不会赢的。好，大家可以 follow 一下我们的社群。那今天也要感谢两位来陪聊天。你很棒，撑过了第三趴，真的。其他是不是就要睡着了？其他人真的都没有在第三趴，是不是？没有，撑不下去啊。目前好像没有来宾上话，没有来宾撑到第三趴。真的假的？这些其实很有趣啊，还是只有我会觉得不错，只有你会在乎吗？这一趴，这个节目都没有。因为说真的，我都不在乎，只有我在乎。很新奇啊！你们不报这些游戏新闻干嘛？我不干了，我不干了。不错啊，可以吸收一些知识。好，来宾字卡有吗？来看一下。OK，Vivi 的这个 Instagram、Facebook 还有 Twitch 跟 YouTube， 大家可以去 follow 一下。按赞。好，再来 Tommy 的。哎，你这照片，哇塞，你这脸是这样。哎，其实我粉妆的照片都还是没有换，还没30吧？你这脸有点 defect 的感觉。这张还没30吧？现在30了，这张还没30。修图啦 ，OK， 修图的啦，真的。好，相关的 Tommy 相关社群追随起来。OK。好，那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了。是的，哎，短费哦，定存在这个100元，水兔兔通告费，好，不念了，就这样。Robin 58元，还没30岁，一工作就熬不了夜了。好，资源药没了，50元帮宅子到补血。好，感谢各位，感谢你们。好，那今天就到这边啦，再次感谢两位，有空再来好不好？有空也可以来，有没有来？那个我们节目，我要那个。
魔法少女大战那个，对啊，对啊，对啊，对不对？对啊，主要有一些人猎巫行动算了，对啊，那你要当什么？我当被算啊，我感受一下大家魔法的，不是对吧？那应该有都可以啦。如果可以请唐老师来，对不对？对不对？还有简少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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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不要把人家性转。对啊，我们那天的副标就是，对不对？现在才知道。Operation Witch Hunt， 猎巫行动，不要这样子，好真实。斗法，斗法失败，绑在一个木头上点火，后有华兹之类的标题比较适合。好，就这样啦，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